丧尸模仿能力有多强，看到年少的大爷送报纸便开始有样学样，举起三鹿牛奶就是一个扎斯比雷。在未来世界，丧尸可能会取代我们做很多事，洗衣服做饭等全部交给丧尸去干，就连学校的保安也被倒灶的丧尸取代，既能保证学生安全，并且还不用开工资。警局甚至培训丧尸指挥交通，只因丧尸可以不眠不休，并且没有任何假期，这让黑心老板直接美出尿道炎。他们专门挑选盘量调顺的女丧尸来供应那些人傻钱多的富豪。随着丧尸的用途广泛开展，一些不想要二胎的更嘚瑟了，他们花俩钱买个陪玩，这样孩子再也不怕孤单。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当丧尸去捡球时，被一个保守的小姐姐误以为是变态，当即举起40吨的轮椅对着丧尸一顿输出。没想到丧尸也是有脾气的，当场送小姐姐饮恨西北，吓得小帅三层尿不湿，尿湿两层，一脸懵逼的把丧尸弄回家，用童子尿彻底清洗干净。可等他去处理尸体时，老太太却变成了一具千年老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没事千万别惹丧尸。